其實黃斑病變有很多不同的種類的，主要我會集中講四大種啦。今天首先我們講了一個老年黃斑病變先，顧名思義有什麼人容易啲有呢？就年紀大了，通常我們說50歲以上。另外有些高危因素的，譬如吸煙或者吃過煙的朋友，家族有這些病歷或者有心血管的病，三高的人士，我們說譬如糖尿、高血壓、高膽固醇，這些都是高危的，要特別留意。那個症狀會是怎樣呢？因為剛才我說過，黃斑是主要用來看最中央的視力的，所以黃斑病變的病人，不同的黃斑病都是這樣的，中間就看不到，旁邊都還好，都看到一點的，但中間譬如你越想看兒子或者孫子的幅相，越中間就越看不到，所以都挺影響個生活嘅。咁再差落去咧，中央直情睇唔到嘢啦，淨係得翻睇到側邊嘅嘢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話黃斑病變咧都好影響我哋個視力嘅。咁老年黃斑病嚟講咧，好多人都聽過噶啦，會分開乾性同埋濕性。咁咩叫乾性濕性咧？嗱，如果比起我哋頭先睇過正常嗰個黃斑，黃斑點嗰個眼底相啦，咁我哋見到乾性咧呢度多咗好多沉積物嘅。咁通常乾性嚟講咧，就會係嚟得慢性一啲，即係話睇嘢係慢慢蒙嘅。咁如果係變咗濕性嘅話咧，就通常會嚟得係急性一啲，即係睇嘢突然間蒙嘅。咁咩係濕性咧？咁其實常理啦，有咩係濕嘅咧？睇到呢幅圖啦，有血啊，有水嘅，呢啲係濕啦。咁即係話個黃斑點突然間出曬水、出曬血嘅話咧，呢啲濕性嘅黃斑病變咧就會係突然間睇嘢蒙嘅。咁你話咦，醫生咁都好差先檢查到喎？咁以前真係嘅，可能比較係後期啲嘅黃斑病咧先檢查到啦。但而家咧多咗好多唔同嘅檢查方法啦。咁可能一啲早期啲嘅黃斑病變咧，亦都會可以檢查到出嚟嘅。咁譬如有 FFA ICG 嘅熒光造影啦。咁點做法呢？通常咧我哋就打一啲顯影劑啦，嚇唔同嘅藥水 FFA 或者 ICG。咁我哋喺手嘅血管嗰度打入去嘅。咁啲顯影劑就會沿住血管走上去眼底的血管啦，咁我哋用啲特別嘅儀器照落去啦，咁其實呢啲顯影劑咧，佢就會著燈嘅，咁正常咧。那個著了燈的位置應該在血管裡面，那你看到這個病人有老年黃斑病變，他那個顯影劑即是著了燈的地方走了血管外面，那就有滲漏了，可能有滲水或者滲血的情況，所以為什麼就會看東西蒙啦。另外一個叫 OCT 光學斷層掃描，那這個你當好像我們身體照電腦掃描樣，那這麼小的黃斑點其實它是一個環切面來的，那你可以看到它照了10層的黃斑點可以照出來，變了呢裏面有沒有出水、出血或者有沒有血泡呢，就會一目了然了。咁呢一啲情況話，有時一啲早期嘅黃斑病變咧，有咗呢一啲檢查咧，都有機會發現嘅。咁老年黃斑病變點樣治療呢？咁其實好多年前咧，好多人聽過嘅黃斑病冇得醫㗎。以前就話嚇，咁就算以前發現咗咧，都話慢慢睇唔到嘢，但係就冇辦法處理啦。咁但係當然而家多咗好多新嘅方法處理啦。咁首先講咗高乾性嘅老年黃斑病先啦。咁其實而家都有啲藥物嘅，我哋話係一啲類胡蘿蔔素啦嚇。咁其實呢啲咧歐洲、美國都出曬啲研究數據，其實有合成劑㗎啦。咁有第一代同埋第二代。咁我哋话最好咧，都系俾医生去处方翻啦，因为系第一代嘅话咧，有一啲譬如食烟嘅病人咧，未必去适合去服用嘅，咁因为佢可能会增加呢一个肺癌嘅机会，咁所以咧最好都揾医生去处方翻啦。咁但系你话唔系喎，医生，我唔系乾性嘅老年黄斑病啦，已经系湿性，出咗水，出咗血，咁点样医咧吓？咁一般几大个方案啦，激光、光动力治疗或者打针啦。咁以前傳統咧就冇得揀嘅，得激光嘅治療嘅啫。咁激光治療咧，以前我哋話咧俗語咁講啦，唔差就當好噶啦。咁因為咧，我哋用一啲激光能量啦，去封住嗰啲滲漏嘅位置。咁但你可以想象啦，因為我哋話大部分嘅感光細胞喺嗰一個黃斑區域嗰度噶啦。咁如果我哋咧用一啲激光去封住滲漏嘅位置，其實無可避免咧，側邊有一啲正常嘅感光細胞係會受損嘅。咁所以通常我哋話以前唔差就當好噶啦。但而家有咗啲新啲嘅治療，譬如光動力治療或者打針入眼之後咧，視力係有機會提升嘅。咁呢兩樣治療係咩嚟嘅咧？
我哋講咗光動力治療先啦。咁一般咧，我哋會用一種藥物啦，叫做維士達。咁都係咧喺由手嘅血管嗰度打入去嘅。咁又係沿住血管，佢會走上去眼嘅血管。然後我哋醫生就會跟翻頭先我講啦，做嗰啲顯影掃描咧，喺邊一個位置有滲漏嘅咧，就局部用一啲光動力去封翻住個滲漏位。比起傳統激光嘅好處咧，就對側邊正常細胞嘅損害咧會減低嘅。咁另外啦，就係一個打針入眼啦，相信都好多病人聽過嘅。其實學名就好長，叫做擴血管內皮生長因子。咁呢一隻係咩藥物嚟嘅咧嚇？其實市面上咧都係得兩三種嘅藥物啦。咁我哋話咧，呢一個咧原本最原始咧，其實係一種腸癌嘅化療藥嚟嘅。咁因為我話以前咧就黃斑病變冇得醫嘅，咁發覺咧有啲人醫腸癌嘅時候用咗呢種化療藥。咦，發覺嗰個老年黃斑病都好似有一啲改善嘅情況，於是咧，我哋話由依一種化療藥物再去研發咗咧，而家有其他嘅藥物咧係專門咧打入眼嘅。咁我哋話做咧就好簡單嘅，其實咧用一啲好幼嘅針啦，我哋話咧將個藥物注射入眼啦。咁通常其實成個過程講緊係幾十秒或者一兩分鐘已經做完噶啦。咁因為我哋話原來發現咧，研究發現啦，如果有老年黃斑病嘅病人咧，原來佢眼入邊咧嗰個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咧係會比一般人高噶。咁所以我哋用依一個藥物咧去控制翻呢個因子，咁希望咧達到咧收水同埋收血嘅效果。咁通常咧一個療程啦。就三針嘅，每個月一針。咁有咗我哋話呢一個光動力治療同埋呢一個打針入眼之後咧，其實視力咧都係有機會提升嘅。咁特別一提咧，就係依一個濕性嘅老年黃斑病變啦，其實真係需要病向前中醫嘅。咁點解咧？因為我哋嘅黃斑區域咧，全部都係有功能嘅感光細胞嚟嘅。咁唔同白內障，譬如白內障可能你遲咗幾個月醫，咁治療完之後咧個視力提升都係一樣嘅。咁但係如果我哋話講緊呢一啲黃斑病變啦，咁出咗水出咗血之後咧，其實嗰個細胞嘅功能咧係會受損嘅，所以可能你一新鮮出水出血咧，即刻打針嗰、那個治療嗰、那個效果咧，比你等咗幾日或者等咗一兩個禮拜咧，已經嗰個療效差好遠噶啦。即係話你越新鮮醫咧，嗰、那個視力提升嘅機會咧就係越高嘅。